老板，拿点面条，面条有吧？面条现在有吧？这个细的。细，太细了吧？圆的。是这个是吧？嗯。我就拿这个也行，拿五块圆的吧。老板娘，这肉怎么卖的？哪个？这个。十二。十二是吧？九十五号就算开张了呀。就是这个吧。咱们买一条五花肉吧。来一条啊。好。啊，可以。回家直接烤完了。我们回家吃了麻烦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啊。咱们不管怎么辛苦，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吃好，真的，特别是干活，要不吃没劲。今天，也没花多少钱。今天。花了23块钱买了这个一斤多，这个2块2斤的这个五花肉，咱们用这个烤箱给它烤一下，然后展现一下我大厨的水平。你们整天我不会做饭，说我不会做饭，然后咱弄个面条，特别是最拿手的就是面条，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展现我大厨的水平。还有这个是咱们的五花肉啊，还买了一点猪血，买了点丸子，五花肉还有猪血。咱们今天，这是昨天剩的菜，把这个肉给它烤一下啊，今天烤肉。你我结凡尘，就在人世间，多少男子汉。这个你们别说我懒啊，这个铁盘子我已经洗过，上面洗不掉，这个肉也洗过了，来腌制一下。把一个腌制一下，腌制一会儿吧，盐给它冲进腌肉进去，咱们直接烤猪肉吃，直接用这个烤盘烤就行了。可能稍微有点多啊，我觉得这个烤盘直接烤一下就可以了，给它排好。肉太多了，说实话有点多，稍微有点多，还有点能拿出来一点，要不然等一会儿没地方放了。烤盘已经洗过几遍，没办法，就这样的。对，关起来啊，开开，给它开始烤，200多度，两面烤，这200多度，是60分钟。第一次烤咱们的这个，这五花肉烤一下，兄弟们，从来没有烤过五花肉，把这个剩菜给它热一下，不能浪费粮食。这一会儿再吃好几块呢，干嘛费？剩菜，煮碗面条吃吧。把它烧开，煮碗面条吃吧。这剩菜，来，面条给它煮一煮，漂亮的很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来一点这个啊，味极鲜，多来一点，因为咱们没放盐。花椒粉来一点点吧。上次放又放多了，又放多了，哇！哎，说上次放的又放多了，这个，弄掉，太多了。看能不能烤肉，兄弟们，马上就烤好，烤出肉哇！太有食欲，我天哪！马上就烤好。关掉，什么关掉？哇塞，太漂亮了，这肉烤的。炼了好多油，我的天哪，油太多了，把它倒出来，你把油给它倒出来。炒菜永不能浪费，炼好多油，哇哇，我天哪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烤肉已经好了，看金黄透透，然后这个面条煮着，这个面条啊，这碗已经洗过，你们别说倒了，就这样没办法，几根蒜苔，今天随便吃一点家常便饭啊。正所谓生活要有仪式感。烤得非常的到位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烤肉而且都钉在上面了，看啊，吃一下啊，
哇，超级香了，里面。那，太经典的口味。太香了哇！这个呢是那个面条，咱们不能浪费啊。这是蒜苔，生吃蒜苔。其实我的厨艺还是可以的，你们整天说我不会做饭。相当好吃。